懒人的生活。你看，我这个懒人就是为了方便。你看，就是这样耶，嘿嘿。每天叫外卖。我很久没有在这里喝东西，这不是柠檬咯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它还没上来呀、啊。喂，我刚才喝了一个，这个不是柠檬啊，来啦！我也还没急呢，我就在啊。对，这是水蜜桃啊，这个是哈哈。太阳眼镜。还有我在家里做干嘛呢？你看我这个懒人在做什么啊？是不是很方便呢、啊？嘿嘿。还有呢，就是用这个放面包放进去，然后拿那个风筒机，然后再吹，然后面包就很热啦。面包不用放进那个面包机里面，是不是很棒呢？真的更方便喽，嘿嘿，哈哈 ，yummy， 真的很好吃哦。还有这个牛肉，全都欧洲的，嘿嘿。现在开始真的在家里吃了，叫外卖。懒人的生活就这样，很好。这不是苦瓜，是欧洲的牛油果，哈哈。